回来看以后了啊，回家看看，他说的这个价格你多少钱？是31斤，他一上来报了28，他拿了两样，你不是说还有那个还有那个红那个方盒的吗？大小不一样，他是你那个盒子，而且都是大哥，特别值，他说好办。他说他上次说你这个就是说你那个那个大的，这个28，啊，这个是30的，就小红的30。那时候我就没说什么，前天说。